这边呢，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投稿的精华操作哦，然后小编这边也从中特别挑选了五步，一样有请教练跟选手一起来为他们打上分数。那跟第一集一样，今天获得最高分的投稿者可以获得 NOP 的周边小礼物哦。偷偷跟大家讲，上次送的是选手签名队服，那这次的奖品小编就不透露太多咯。那我们就赶快来进行第二集的就是要你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就是要你秀的第二集，我是东东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我是芬达。今天邀请到两位世界冠军中路，观众应该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评分的就是中路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直接看第一部影片吧。这是什么？刚才变成是这样子，没错。二一档。哇！哎，这个对面，对面是蛮演戏的，对面比较秀哎，跟我刚刚很像的，就演员，对面真的比较秀。什么东西？大招也没开，太秀了吧？这个演技，疯狂五招。我六五十二，你的电脑吧？哇，又来耶！你看那个铁的，他其实是有双的，不知道烧出来了。来，公布分数一下，公布分数，来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星星这边给到的细节是哇，零分非常严格，但爽度给到十分哦，综合起来是五分，还不错的成绩。那东东这边细节一分，爽度八分，芬达这边细节还有给到三。爽度给到十分哦，这细节这边来问一下，芬达怎么给到三分？连续拿五杀的时候是剪头的地方特别有细节，果然是当爸爸，我要爱你比较有爱心一点。接下来看第二部影片，这个投稿的人是这只莉莉安。哦，蜜蜂，哦，有一个，哇，是我讲吗？他死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位投稿者，星星给到分数是细节八分，爽度八分。东东这边细节三分，爽度八分哦。然后芬达这边细节，这几分？四分还是九分？九。哇，你们细节都爽度比较高哦。因为他在对方五个人还活的情况下，非常的临危不乱，看到了对方失误的机会，直接闪现二技能。再加上一技能，然后打出趴伤，然后把对面全部杀光，所以细节是很高的。你看很细哦，人家已经是逆风了嘛，逆风要打出秀的操作已经是偏难了，而且还秀五个，也太严格了。哦，那我加一下，加一个，还可以看。哎，那张这位玩家很高啊，很高。接下来要看第三个影片，投稿的是洛里昂，这个是念图伦吧？对，图伦，这个是玩洛里昂的图伦。以前那个技能是治愈吗？哇，马上恢复，都是一千的，好快点。哇，这二 D 的掌握是蛮高的。哇，这个人是剪接。好，有了。哇，终于看到苍穹画面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里昂的分数哈。洛里昂，今天给这边给到细节是五分，爽度八分；东东细节六分，爽度八分；芬达这边给到了细节八分，爽度九分啊。他的影片基本上就是剪接的时候，全部都是他有炸到的部分，全部中掉嘛。所以爽度是还不错啦。然后细节的话是看到他有长球，然后就是对啊，都有炸到。还有一些闪现配合二招，大招二招这种的。因为洛里昂蛮难操作的，所以他有做到。嗯，你们都把话讲完了，谢谢。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他给五分吗？因为他太会玩洛里昂，所以他不太恐那些分的。细节是操作难度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太难了，看不太懂啦。有拉枝的人看洛里昂，怎么看得懂啊？那下一步。我们下一位投稿者是俊凡。好，他莉莉安来看一下，阿桑，哎呦，蛮细节的哦。
哇，有事！哇，哇有特效、啊，这几天有特效、啊。三个老人看不看着会眼睛花掉啊？什么老人？还是老人？哦，对。又有特效，有特效哎、欸，这是剪辑师哎、欸。他剪的不会变，眼花缭乱的。哦，可以可以，细节满分。你说剪片的细节，剪片的细节不错哟，还蛮帅的。可以好来，公布一下啊，我们第四位俊凡莉莉安，哇，这边细新鲜的细节，后面加一个影片哦，影片加影片的剪辑的程度给到8分哦，没错，爽度给到8分，那东东这边细节给到4分，但爽度有10分，那芬达这边是哇，细节是0分，爽度10分，爸爸现在越来越严格了哦，对啊，爸爸，因为他这个剪到你有点特效太多，所以。我只有专注在看他的特效的时候，没看到，没在看他操作，所以细节的地方我没办法评、啊。爽度就在他那个剪片地方。我确实，因为他剪的有点那么上下左右切来切去的，我有点看不太懂。但是爽度是爽度是真的爽，因为蛮剪的不错，剪的不错，剪的不错。没错啊，那影片的剪辑程度可以去应征影片师啊。可以投稿对不对？最后一位，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，他是上一次。冠军是不是？对，上一次那个凯撒路，哦，佛罗伦打野那个，对，打野，打野跟辅助那一集，第一集就这样秀拿冠军啊，是佛罗伦很强那个吗？对，佛罗伦强，单挑，单挑，对，单挑冠军，打野小站的那个 ，Pito 啊 ，Pito， 是叫 Pito 吗？对，哦，那我们就看 Pito 的拉兹吧 ，Let's go， 哦哟，哇！真的哎，上分重点是他这个片的那个节奏都在跟那音乐有同步的，你知道吗？很舒服。哇，就是剪接程度比上一个更高，更好，更高了。这个来，来，星星细节9，爽度10，东东细节10，爽度10，芬达细节10，爽度10，哇，都给他蛮高的评分。那有星星来先跟我们讲解一下，细节为什么差一分满分？差一分满分、啊，又没有我强。还差一点，其实还不错了。他的大闪啊，各种的都有，而且还会用二闪。虽然我觉得二闪有点都是多余的动作、啊。重点是来炫的，对，影片跟那个拉兹的那个招都有对到。没错没错，啊，音乐剪辑也非常好。我就是看得蛮爽的，然后细节就是确实那个一开始影片那个二闪哦漂亮，有那我们惊艳到一下。那那个其实不好弄啊。音乐嘛，跟他的那个影片的节奏都非常的好，那个细节都有，然后爽度就非常的高。那我们这次所有投稿影片都看完了，有没有对哪段影片印象深刻？粉丝朋友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为我们的投稿者一起来评分哦。谢谢大家的参与，也恭喜今天获得最高评分的投稿者，我们会再与你联络。又是批斗，这次就是要你秀，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喽。谢谢各位这次的投稿，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。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！之后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玩的影片，继续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